任何人我都会打笑。胸部有为你打气吗？谁？胸部？谁啊？姐夫。姐夫。第一天节目累21日盛大开幕，红毯争奇斗艳，比帅比俊，稀奇古怪，应有尽有，你 pick 谁呢？没关系，他今天可是背叛老公的演唱会来今天讲，来陪我。没关系，他三天。他说你都是他的菜哎、欸，他也都是我的菜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今年露的是额头，因为我每次都那么凶啊，但大家已经不 care 了啦。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带给光芒还有闪亮给大家。